你是谁？到底想要干什么？余文光到底在哪里？我听到他说你会坐牢，我就慌了。我不能让你被抓。4年前，你是不是看到他们也去警官被人枪杀？你从来没有失手过，为什么杀不了余文光？自从我加入组织的那一天，我已经做了心理准备。新剧精选，关键证人，每逢星期三集次，晚上10点，2集联播，《八度空间》探案揭秘播出。